各位晚安，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一家访问人。默契不错，不仅是默契，我们今天的装潢跟感觉打扮 feel 都不一样。我龙哥，你看我今天这个打扮有没有很性感，有没有很有女人味？不，有一些帽戴的要看人戴了啊。不要讲你戴的，对不对？你戴的就跟我们今天访问的来宾的戴法跟感觉又不太一样，气质不一样，是不是？那还是要猜猜是谁吧，给观众一些惊喜嘛。有戴帽子，那会不会是我小时候的偶像凤飞飞？飞飞姐？不是，不是，猜错。哦，那会不会是我们前面蕊的时候还蛮好笑的这句话，先出去讲，不好笑了，不好笑了。还有我们今天，我们今天准备一些巧克力，作为这个一定是很喜欢巧克力的，还戴帽子，快猜到了。这位女士呢基本上已经能够呼风唤雨了，是，所以还上我们节目，我们这何德何能请她上节目啊？对，为什么上我们节目？我想了大概有个理由啊，有可能什么啊，除了她最近又开始监督马英九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她最近出了一本书，只剩一个角落的繁华啊，就是我们文倩姐姐，对不对？所以这本书我觉得大家可能来介绍一下，欢迎陈文倩。文倩耶呼啊，人未到狗先来，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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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哎呀哎呀！陈文倩，一个被誉为全台湾最具影响力、最聪明的女人，对于台湾以及全球形势总是高度关注，并带给观众全球化的报道以及深度讨论。今天来到家中，将分享她最近所关注的议题以及这一路走来的故事。你要上我们节目，真的很，真的非常荣幸。我40岁生日的时候啊，你记得吗？我40岁生日，我去走秀。对对对对对，是你访问我的。对对对对对对，哎呦，哇，距离现在没有几年呢。40岁时候，我们是在那个 region， 对不对？现在在金华。对对对对对，哇！我是那天走秀最老的一个。不会不会不会，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你。对对对对，我觉得文倩是一直让自己啊，在我觉得在任何的流行的话题，不管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里面，我觉得你一直都在那个风头浪尖上，我觉得真的很好哎。你忘记你问我问题，他说你为什么今天？你问我说为什么你肩膀露出来？你平常为什么不怕你这么美丽的肩膀露出来呢？那我就告诉你说，因为这是40岁的女人唯一不长皱纹的地方啊。然后你就嘴巴就突然不敢讲话，为什么？因为我觉得那是你，我觉得那个是你的 tattoo， 你知道？你遇到我的禁忌，就是对你的女，你遇到女人这种话题，你这个才子就。不知道怎么接话，对女人的身体我就没办法讲下去了。你只有摸的不讲了，那我们这种女人你又不是你的调调。文倩，你看，我觉得文倩厉害就在这个地方。我喜欢听你这样子的语言。不，文倩现在好像很多事情，据你的意思来讲，到这个年纪，很多事情关心的是他们年轻人的未来，对不对？比如说我前几年会很关心全球暖化，好，那我很担心正负二度C，我就很担心台湾的这种某些。很贫穷的，住在很容易被很庞一下来的那种很庞大的这个雨量，他的家园就没有了。你知道台湾有多少人一辈子他所存的全部的钱，只为了一个家？当然非常多。那这几年我特别关心，就是金融海啸以后，这个欧债危机啊，年轻人就没有工作。台湾年轻人20到25岁，失业率是12%。那没有失业的那些88%。是没有失业吗？不是，他们是延长毕业，叫延毕。然后或者是说他们找到的工作其实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工作。其实你自己就可以帮年轻人去讲很多事情。你自己就有这个能力，因为你何必要去，我觉得也无需要去假手别人去做些什么事情。我觉得你自己可以啊，你也开过公司或怎么样，你怎么给现代年轻人建议？这是我今天最想问的问题。我觉得你自己都可以给大家建议了。我觉得年轻的时候不要怕吃苦，不要怕归零。其实不是只有年轻人，每一个啊，其实到一个路上的人，比如说我们两个的好朋友赖声川，他现在人生是不是遇到了重大的困境？他最难过的不只是说他怎么在他最热爱的土地变成了贪污犯，他最难过的是他被骂成是外省人权贵。对，事实上他的爸爸是外交官里头非常中阶的，他既不是大使也不是副大使。那像我的好朋友盛志仁也一样啊，他本来是一个教授，然后也不错，而且他家里呢就是士官长的小孩，跟你父亲一样，然后他妈妈多么含辛茹苦的把他养大，然后他都是靠自己，然后就成全一个孩子，正在外交系公费留学，拿西北大学的博士，回来台湾6年就升正教授，然后呢他就以为一切都很顺利，一切都很顺利，他最年轻的文建会主委吧，然后他就从那个位置上就摔下来，那他的人生就得归零，这样。所以我其实想给很多年轻人的劝告，就是说，不要怕把自己归零，
这些人爬到那个位置上都会归零。嗯，那你更不要害怕把自己归零，而且世界上没有归零这件事，都是有累积，每一条路都不会是白走的，哪怕它是叫做挫折，哪怕它就是伤害。所以呢，赖声川每天就有事情，他就看着我，他想说，他就讲说，现在你的名声比我们好多了。我说你们搞错啊，这个像骂你这种骂法，我的人生里头多到我自己都记不得了，你真是个吧，多到我都记不得了。文倩，你第一次有像赖声川这样子的感觉，啊，对你真的有打击的，你记不记得哪一次？你怎么过的？我1995年5月1号回来台湾，嗯，那当时有两个工作给我，一个工作就叫我去做报社的总主笔，一个工作就是去做民进党文宣部主任。我要的其实是第一个工作，不是第二个工作。可是我就看他叫我去做报社总主笔，那个老板在电视上对着李登辉鞠躬，我心里就跑出你这种人会骂的脏话，我是不好意思讲，但心里已经骂。我骂脏话都是你太调皮了。你真的很调皮耶，对啊，就是很gay森的这样gay森。精彩精彩。我心想说，见鬼了，你要去对李登辉鞠躬，不如来对我鞠躬，我的个性就来了。对对对。在那个时候，我就后来就去当了民进党文宣部主任。陈文茜反正那时候出来做文宣部主任的时候，人长得也有一个样子，然后话说也清楚，而且还不能相信。你看那时候国民党多好玩，只能搞文宣的人会觉得说，民党里面有人可以这么讲话这么温柔，而且国语可以讲这么好吗？然后呢，所以我就去上电视讲话。那所以我就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头，突然变成一个大家都认得的人哈。然后就在1995年年底，快要199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因为这是我的理念，你知道我是一个228家庭的小孩。那我们家里的人是典型的非常痛恨外省人的本省人家庭，是在到你妈那一代，我妈主要是我的外公那一代，好，外公那一代。然后他就小时候他就对了我外这个阿姨们讲，谁要嫁给外省人，我就拿刀把他剁给猪吃了。你看那个对外省人恨多深啊。然后我最记得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家对面有一个外省老兵，他阳春面做得特别好，跟你姐姐一样，菜做得好，卤菜做得好。到现在为止，很少人比我会涮肉，我不吃肉的，可是我很会做火锅涮肉，是他教我的。哦，真的？他教我的，就是一下子，涮肉呢不能够放在锅底，然后拿起来，你一定要拿起来像三温暖一样，然后在空气然后凝结，再下去再拿起来，大概要涮四次，这样上上下下上，所以你涮出来的肉，一定要照我的规矩啊，就四次哈，一次不能多。一次都不可以多。OK， 这个老兵对我人生影响很大。哦，他在我们家的对面。然后呢，因为我外婆老生病的时候，我就会没有饭吃，他就会给我钱，我就去老兵那里吃阳春面。还是看我的小孩可怜啊，就小孩子啊，然后怎么样，他就会煮阳春面啊，弄点卤肉啊什么的，切给我吃。他就是典型那种老兵呢，最后存了点钱，从所谓的山地去买原住民姑娘来做他的老婆，很多这样子，很高兴。后来呢，老婆就怀孕啦，大肚子啦，就生了小孩。那他们那个逃难的人是不相信银行的，就把钱都藏在这个黄龙哥上。然后那个他住的地方是一个违章建筑，他的摊贩呢就在那个违章建筑的前面。然后是我们那附近最好吃的阳春面，做的好吃极了。有一天，那个店没开了。大家都听到他嚎啕大哭的声音，他的太太呢跟着人跑了，孩子也带走了，钱也全部都偷光了。后来呢，别人才很在那个时刻跟他说实话，说他可能是跟着谁跑，因为经常呢你出去采买的时候，那个男人来，甚至告诉他很可能那个男人呐，孩子都不是他的。很多老兵有这些问题。然后那个老兵呢，大概就哭啊哭啊哭，哭了连续几天。就有一天呢，他的面店呢就在开了。那天开以后，隔一天他又不开了。开那天没有哭声，隔几天不对劲，有臭味出来了。哦。然后后来大家就进去，悲剧，他就死了，上吊自杀。然后他写了一封给他父母亲的信啊。那我所认识的外省人呢，我可以理解我外公的遭遇。但我认识的外省人是这种的，所以当我在你跟我问我说对我最大的冲击是什么，就是我那时候好像在民党里头如日中天，然后民党支者也很喜欢我，连国民党的浅蓝的人也很喜欢我，这样在那个时刻，我的好朋友民党的党主席叫做施明德，他就被周全可能给诱拐了，美色诱惑，就是主张了大和解跟赵少康他们，就是
本省人是喝咖啡那个是对、大和解咖啡，就本省人要跟外省人和解，大和解。我是在 TVBS 电视台跟着所有的人一起看到这个新闻，然后那个新闻我脑海里想的就是那个嚎啕大哭教我如何涮肉的老兵然后邱福生就说这个施密德这个事情太跳痛了，他会完蛋了，你要不要去上台帮他解释。我当天就立刻上，当时的主播是张雅琴，然后呢张雅琴问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我一字一句地说这个国家不可能永远有一群人仇恨另外一群人，本省人呢有他命运的悲苦我可能比很多人了解，但是呢外省的人他连家都没有，他连家都没有，他连叫妈妈的权利都没有，他连说出他对家乡的思念的权利都没有，他们的悲苦在这个岛屿上头过去或许蒋经国在的时候还有人贴心他们，蒋经国死了以后他们只是完全被丢弃的生命，所以我只能够说在这个年代已经1995年了，那我觉得台湾的两党政治民主体制全面建立了，我觉得该是这个族群和解的时候，所以我完全赞成施主席的意见，那个时候人家写信给我我们就回答人家意见，我就跟民进党文宣部我助理说这个人回给我他骂我的话你就告诉他我们什么原因，他说文倩姐那个回信的地址啊都是骂女性器官的脏话，他不是真的地址。也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发现怎么民进党的地下铁坛天天都在骂我，骂我也就算了，他们就直接说我是外省人，就是连我的籍贯都改了，我的父亲是宜兰罗东人啊，那我的妈妈是台中人啊，那某个程度来讲就是他骂你的方法就骂你是外省人啊。那最后之后呢没有多久又因为施主席他跟我之间就是有很好的长官跟部署之间的信赖关系，那也不知道怎么传到后来就变成我是施主席的女朋友，事实上施主席女朋友就是他现在老婆嘛，那可是他有前一任的女朋友不甘愿这个事儿，所以就出了一本书那他刚开始是在联合报副刊连载，连载前四天我都不回应，到第五天的时候中时晚报来访问我，我就只说了一句话，我就说不管他写的是谁，但是如果一个人自以为自己是女性作家，然后他用这种方式羞辱女孩子，认为女性呢是靠跟别的男人上床来换的权利，我觉得他不配成为女性的作家，我这一回应啊不得了，所以我这个都成了所有的人的经典教训。后来所有上一周刊封面的人都问我说我请问你我该怎么样，我就告诉他说见鬼了都不能回应，因为我回应这件事情这个事情变成轰然大波，那个作者就很高兴说我让他赚了